你有时候来拍你吧，这几天我在来到大玄玄这里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谁啊？我一个人啊。骗人的。真的。啊，鱼啊。进，进的。没有牛啊。牛啊。啊，对，你们今天那一回来没有牛。牛，云云给你送给你当礼物。不行啊。云云礼物。今天看很累啊。你礼物呢？礼物呢？云云给你一个小礼物。哇，你们看，玄玄在洗头，云云是客人呢。玄玄，中文学好了吗？最近这几天。好一点。好一点了啊。嗯、哦，你的家装修。你的家装修好了没有？没。还没啊？对。为什么不装修好？你不是租给我？没钱啊？对啊，我没钱啊，怎么修好了？哦，那怎么办啊？没钱？你给我钱。给你借、啊。行，我可以先把工资借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行啊，不够啊。哦，那我多借一点嘛，借一点给你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取钱，等一下我们，一起去吃饭，好吧？玄玄过来了，今天顺便叫他直播啊。明天看到这个视频，应该说是昨天了。也，他现在装修房子，然后刚刚他虽然说随口一说，但是我也给他借一点。那借你还没交，你的工资才10兆，我多借你10兆 ，OK？OK。Okay? Okay. 嗯。谢谢老板呢。不客气。然后既然直播吧，今天就进入一下玄玄的。要记得我的好，以后不要忘记我哦。然后他们都忘记了，不会的，你要跟我去河内。不去。去河内玩两天。我不去。那还是我回北京，有时候来拍你吧。这几天我在这里。好，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。明天我跟大玄玄、小玄玄，还有云云，我们一起去爬山。明天再接着拍吧。你问他了吗？问他了，问他问好了。他说没去啊。他说可以，明天早上10点。吃饭一起去拍，然后去爬山，去拜拜，对你们每个人都那个锻炼身体一下。春游还没春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